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翻开经本626页，626页，第二行，我们从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于大圣经典深深珍重，花不思议心，愈读愈诵，众欲名师，教事令俗，玄德玄望。诵经连夜不能读诵，是善男子等有数业障，未得消除故，与大圣经典无读诵性。这段经文啊，佛啊又告诉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啊，就是我们现在有善男子、善女人，他花心呐、啊，想修学大圣经典，花心讲经说法，学习经典，这是有花这个心。但是没有智慧而想修学大圣经典，那没有智慧呢，要修学大圣不但不能开悟，连经文都记不住啊，这个记性很差了。中年以上的人学佛都有这个困难啊，年纪越大呢，记性就越差。众欲名师，名师是过来人，有修有证，善知识可遇不可求，能遇到是宿世的善根福德因缘啊，遇到名师啊，都是过去生啊所修的善根福德因缘，这一生啊才能遇得到。遇到名师啊，如果不肯接受名师的教诲，或者啊接受，表面接受，也是阳奉阴违，那这样啊也不会成就。学佛第一个条件就是遇到好老师，这是一生啊修学成败关键之所在。所以这个名师啊，这是我们一生修学关键的所在了。如果遇不到，那我们这一生就不能成就。这是讲啊，遇到这个名师啊，来教他，教事令俗，事就是观。观察是初步，从观察提升到观照，只要用这个观，用这个照，不可用心意识，用心意识观照就没有了。实在讲，观照还是没有离开心意识，
真正讲离开心力士，这初学的人做不到。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心力士下手。心力士啊，你来用来降服烦恼啊，用的对了。如果这个心力士啊去增长烦恼啊，那就是反面的了。那么用对了，它能够帮助我们到最后离心力士，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所以开始啊，还是离不开心力士。对初学的人来说，观察、观照、依教奉行，把佛讲的理论、方法、境界与我们的生活做对比，在这里观察事实真相。跟佛讲的相应不相应，先观察因果，观察行善是否得善果，作恶是否得恶报，先从最明显的地方去观察，然后再观察入微，渐渐契入到微细，就生智慧。禅宗从观照入门，功夫渐渐深了，就照住，照住就是得定了，心定下来。再往上提升就是照见。心经说观世音菩萨的功夫，照见五蕴皆空，直到眼前现实的状况确实是梦幻泡影。正如般若经所说，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那是照见。这个境界超越十法界，十法界里面还有能有所，照见五蕴皆空，是能所都没有了，那就是一真法界现前了，没有能所，没有对立的了。玄德玄妄，动经连列不能读诵，这老师教导啊，还是记不住啊，边听边忘，这个还是自己的烦恼习气，在经教里面呢、不能开悟，必须肯定自己业障深重，才会发心消除业障。业障不消，就六道轮回，一轮回，这一生所学忘得干干净净，来生又得从头学起。来生有没有机会遇到名师很难讲，不是生生世世都能遇到，可能隔几十生几百生才有机缘再遇到，这个当中就会退转，退的时间就太长了，然后才知道机缘稀有难逢，遇到之后要牢牢的抓住，不能放松，怎样辛苦也要熬过，也要在这一生当中成就。玄德玄妄不能读诵，这一类的人也很多，是善男子等有宿业障，这个就说明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宿世，所带来的业障。消除业障的方法是皈依供养，依教修行，而最有效的方法，最有效果最快速的方法，就是一心念佛，身心世界四法佛法皆放下，一心念佛，劝人念佛，消业障最快，能得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就是禅定，你能得你一心不乱，在教下讲大开圆解，一生中可以做到，业障极重的人也能做到。得念佛三昧，智慧开了，你能不能弘法利生不一定，要看法缘，有缘多住几年，无缘立刻就往生。成就的人能自在往生，但视线不一定相同，
有人视线生病，视线很苦，这是让大众看到升起警觉心。视线没有病苦，很自在，大众看到生羡慕心。菩萨做种种视线都没有一定，视线也不是自己的意思，看众生的缘。所谓随类发生，随机说法，但有个原则，无论哪一种视线，决定是利益众生，对众生有帮助的。有人看到听到，他会醒悟过来，所以两种视线，都是帮助众生觉悟的。所以消业障重要，通常我们最常用的消业障方法是读经念佛，读得相应消业障，念得相应消业障。日常生活中起心动念利益社会众生，这消业障。决定不要有一念利益自己，利益自己是造业，是增长业障。许多同修业障消不了，纵然做善事帮助别人，他有自己业障消不了，他要受果报。我们今天很幸运明白这个道理，决定没有自己，一切都是为众生，为社会，为佛法好形象，为佛法久住世间。我们能长存此心，常修此行，业障消除得快速。如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像，具以本心恭敬诚薄，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以净水一盏清一日一夜安菩萨前，然后合掌请福，回首向南，临入口时自心振作，湖水既毕，甚五心九漏邪淫妄语及诸杀害，一七日或三七日。这段是教我们开智慧的方法。需求开智慧的这个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像。这里的闻见是菩萨的闻思修三会，这才能与菩萨相应。最初的语言是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你一定要了解名号表法的意思。地是心地，藏是我们真心本性本有的般若智慧德能。见到地藏菩萨像，就要想到地藏菩萨的行仪，他视现在我们人间所作所为，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实践这部经里面所讲的一切话。所以我们闻名见相，知道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必须如地藏菩萨的行仪，才能把我们心地宝藏开发出来，我们就有智慧，业障就消除。不效法地藏菩萨，业障就无法消除。在菩萨形象前具以本心，本心是真心，诚心诚意求忏悔，对佛菩萨一切善人善神要用真诚心才能感动他们。我们表示自己的敬意，要修供养法，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下面刻注假物将意，借势显心，香取清远浅通，花表圆满月直，衣服见极冷不舍，
饮食显慧命长存，玩具张游戏神通，故借师仪表我沉静。啊，那么这个一段就是把这个供养具啊，它表法的意思给我们说明出来。香表清香引闻，啊，引波了。花呢表欢喜，啊，那这个香跟花啊，在佛门我们这个是最常供的。啊，香主要啊表戒定，戒定真香，啊，要修戒修定。那是真香，哎，看到这个香，点这个香啊，就要想到啊，佛在经上啊，叫我们要修戒修定啊，啊，戒定慧三学。花呢表修因呢，啊，修因才能正果。衣呢表忍辱，啊，衣服是表忍辱。啊，我们生活当中啊，很多方面都要修忍辱啊，那不修忍辱啊，也不能成就啊。世出世间法要成就，必须忍。所以《金刚经》讲啊，一切法得成以忍啊。借此仪式表自己的成见啊，那么这个借这个供养具啊，这样的仪式。啊，那么来表达自己内心对地藏菩萨的一个真诚恭敬，以净水一盏，啊，就供佛菩萨向前，啊，供在供养佛菩萨，啊，安在佛菩萨向前，啊，这里是供地藏菩萨，经一日一夜，然后合掌请福。经过一天一夜24小时、啊、然后很郑重恭敬合掌请福，把水喝下去，回首向南，地藏菩萨坐在南方，临入口时自心郑重、啊、磕处用净水者借缘发慧，供一杯净水，心要水一样清净平等，清净平等心就发智慧。我们一般在佛前供水啊，供凉开水啊，可以喝。那喝下去啊，表示我接受认真学习之意。水有洗净污染的功能，贪嗔痴是污染。无量寿经教我们洗心易行，用清净平等的水来洗涤我们的心，改变我们错误的行为，以清自浊，以正自邪，众邪断绝，吃水为真、啊、要懂得这个供水它表法的意思、啊、不是说天天喝供水就开智慧了、啊、天天喝供水把不平的心洗成平等心，把污染的心洗成清净心，才能开智慧。看到那杯水，那杯水供在那里，清净的，没有污染，平等，没有波浪。啊，这个就是以这个水啊，来表我们的心啊，要像水一样的。清净平等、啊、那这个我们心清净了，心平等了，那智慧就开了。这每天喝供水还是贪嗔痴慢自私自利，那智慧怎么能开呢、啊、越喝越没智慧 啊业障怎么能消呢、啊、懂得这个表法的意趣，不喝供水也行，喝供水，这个是在事项上啊，表示出你的一个沉静啊，在这个仪式上啊，表示沉静
是表这个内心的沉静。湖水既必胜五心酒肉，邪淫妄语及诸杀害，一七日或三七日。那么修这个法门啊，不但要修十善业，还要断五心啊，葱蒜韭菜小蒜洋葱啊，这个五种啊，这个叫荤菜啊，这个荤菜啊味道不好。那你在修这个法这个期间呢、啊，就不能吃这个五辛了啊。那么说一期到三期啊，就像打佛七一样，克期取证啊，期望啊，在这个日程内得到感应啊，它是讲一个期限的、啊。它的业障很重的话呢，三七日不行。一般呢、啊，三个月会见到效果，六个月效果就很明显。啊，年岁大的人呢、啊，也能恢复记忆力。读过一遍的东西，啊，一个星期之内还能记住，可以达到这样的功效。如果你深信不疑，真诚恭敬心去修，一定有感应。是善男子善女人，于睡梦中具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于世人处受灌顶水，其人梦觉即获聪明，应是经典一粒耳根，即当永记，更不忘失一句一句。蒙地藏菩萨神力加持，你开智慧了，有人求而不得感应，都是精诚不足，精是专一，诚是沉静。有人读了本经不能圆解，心量窄小，只是在佛菩萨面前诚心诚力祈求，处事待人接物不诚实，求不到啊，这样求啊求不到。在佛菩萨形象前落一点诚心，离开佛菩萨的形象啊，与大众接触的时候，恶念又起来，烦恼习气起现行。那像这样啊，你去求菩萨就没胆量了，就求不到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在地藏菩萨面前求的心啊，也要跟我们生活中待人处事接物打成一片。一真一切真啊，这样才会有感应啊。那不是在佛菩萨面前有诚心啊，那对这些对人就没诚心了啊。那个心也不是真正对佛菩萨有诚心的。那佛菩萨呢，不是这样教我们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衣食不足，求则拐怨，或多病疾，或多凶衰，家宅不安，眷属昏散，或出横事，多来五身，睡梦之间多有惊怖。那么佛啊，那么给观世音菩萨讲了啊，这个修学大圣经典的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个记性不好啊，遇到名师教导还是记不住，那么就求地藏菩萨啊，真诚恭敬求地藏菩萨来加持。那讲完之后啊，接着那么这个。佛又对观世音菩萨讲，若未来是有诸人等，未来是、啊、指我们现在了。那这个人等、不管中国人外国人、这个就包括在里面了、男女老少各行各业。
这个地方啊，就是佛啊，给观世音菩萨讲，先将这些人啊，遇到一切不如意的事情啊，大略举出几个例子啊，因为我们俗话常讲啊，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啊，十桩事情有八桩九桩是不如我们的意的，而是不如意的事情太多了，如意的事情很少。那么这里举出几个不如意的例子：衣食不足，求则拐怨。啊，就是我们人生活最基本的需要啊，衣食啊，三餐呢、啊。那这个三餐呢、啊、不足，那这个基本生活不能维持，那这个，那就很苦了。求则拐怨呐、啊，那你要求什么都不能满愿，都求不到。特别现今世间灾难频繁呐、啊，那就再加上这些灾难，那雪上加霜了、啊。这是众生无始劫来积习恶业所感召。衣食不足是世间最痛苦的事。有些遇到灾难了、啊，那的确是，那衣食就严重缺乏了。那我们发心救灾，这是治标不治本呐、啊。灾难发生了，去救灾，处理善后，啊，没吃的送他吃的，没穿的送他穿的，没住的提供他住的，这是治标了，不是治本。佛在此地的教训啊，是治本，是根本的究竟。因为你遇到这灾难是果报啊，那果报是你过去造不善的因，现在才会感得这个灾难的果报啊。那佛教导我们啊，你把那个灾难的因消除了，那不就没有灾难的果报了吗？那这个救济才是根本的救济。那这个救济就是要教育了，教育是根本了。家宅不安，眷属分散。那遇到灾难呢、啊，真的你家也不能住了，啊，或者住在家里也不平安了，啊，眷属啊都分散了，啊，妻离子散了。家破人亡了，逃难到他方了。横事是意外的灾害，科注此由宿世之兼贪，自有今世之祸患。这里给我们讲，是什么因造成这个果报了？啊，这是过去世啊，兼贪，兼是吝啬，不肯布施。一毛不拔，贪呢、啊，就是没有的自己要贪求，越多越好，这叫兼贪。那这个兼贪呢、啊，会感得这个灾难，所以今生的祸患跟过去呀、啊，兼贪有关，是这个因啊导致这个灾祸。我们过去生曾修五戒十善，我们过去生也有修善的，不是完全都造恶业。那有修过这个五戒十善，因此我们可以到人道来投生，这个因缘啊引导我们到人道来投胎了，那得到这个人生，这个叫引业，就引导。这个业因、啊、引导我们来人道、来投胎做人。那么虽然得到人生呢，每一个人他的命运不一样、富贵贫贱不相同，祸福也不一样，这是满业、引导我们来人道的是隐业，
在人道啊受果报，这个叫满业。数次造作善业，今生就得福报了，享福，衣食丰足，所求如愿。数次造作恶业，衣食不足，愿求不遂。造作恶业，兼贪啊，不肯布施，又造恶业，那这一生啊，吃都吃不饱。有什么愿望啊，总是求不到啊。遭遇到艰难困苦啊，这个都是宿世的业因啊，感召这一生的果报啊，这是三世因果了啊。欲知前世因啊，今生受子事；欲知来世果，今生作子事。明了因果啊，心就能安了，就不会怨天尤人了。所以儒家讲啊，知天命了。孔子啊，五十知天命，天命就是明了因果了。那真正深信因果了，就是知天命了。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再也不会怨天尤人。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人等闻地藏名，见地藏行，自心恭敬，念满万遍，是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即得安乐，衣食丰裕，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这是讲转恶报以及所求满愿的修学法怎么转。这个就是《了凡四训》讲的改造命运了。怎么修学呢？才能改造命运呢？如是人等就是遭遇灾难的这些人，闻地藏名，见地藏行。地藏表孝敬，闻名见相，升起孝亲尊师的心。改心理就转业报。修学最重要的是自心恭敬。科注：自心恭敬，彻到原底。原底是真心、自信。这个自心恭敬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本来的性德了，本来就是。这个是自性的性德。虚空法界一正庄严，唯心所现。心是虚空法界一切万法的根源。自心恭敬就达到这个根源。自心是真诚到极处。自心能感，消除一切灾难是所应。我们能感，佛菩萨就有应。佛菩萨有什么能力来应？还是嗔性的感应。闻名不惑于名，见相不着于相，明气真实终极，方曰自信。世间一般人遇到灾难，纵然读到本经，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苦苦的哀求佛菩萨保佑，未必真的有效果。原因啊，在于他没有做到自心。闻名惑于名，见相着于相，把感应的通道阻塞，苦难的境界依旧转不过来。有相当的修养，智慧开了，唯有真实智慧才能够闻名不惑于名。不但佛菩萨的名号你不迷惑，世间所有一切名相你都不会迷惑。不迷一名，一切名皆不迷；不着一相，一切相皆不着。念满万遍，多次熏修，希望你能悟入这个境界。给你讲一遍两遍没用处，
你依然迷惑。所以经要常常读，常常讲，讲比读的效果更殊胜，教学相长。利他就是自利，你热心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自己的灾难消除，不能全心全力帮助苦难的人，自己的灾难就转不过来。事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灾难消除的快慢是依自己用心的程度、熏修时间的长短而定。自己如果勇猛精进的修学，在短时间内就能消除灾难。衣食丰裕，衣食丰足，不但自己足用，还有多余的可以去帮助别人，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那这个晚上睡觉也不会再做噩梦了过去常常做噩梦，现在噩梦没有了那么这个睡觉没有噩梦身心就安稳，转祸为福所以梦境也是勘验我们修行有没有进步的一个境界了如果常常做噩梦我们要觉悟这个我们业障没消除要精进要用功要努力消业障业障初步消了这噩梦就没有但是不能以此就为止了还要再提升再进步。佛在经上这样告诉我们是不是真正能满愿，有没有效果，这个问题端在自己的存心。原理是在境随心转，外面的环境都是随我们的心在转。这个如果我们做到心转境界境界随我们的心在转，那哪有不如愿的事情我们现在是心随境转不是境随心转是心随境转我们心都被境界转了这是我们修行先前这个大家用功的地方就是这里下功夫怎么把自己的心转过来，自己心转过来境界它就转，自己心转不过来就是被境界转。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因自身，或因公私，或因生死，或因疾事，入山林中，过渡河海，乃及大水，或经险道，世人先当念地上菩萨名万遍，所过土地，鬼神卫护，行住坐卧，永保安乐，乃至逢于虎狼狮子，一切毒害不能损之。这段经文是讲旅游平安的修学方法出门旅游这个现在呢这个旅游很发达但是这个旅游也常常遇到一些灾难这个国内国外都有那怎么样我们出门旅游能够欢欢喜喜的去旅游，平平安安的回家这一段就是教我们这个旅游平安修结的方法这个是比买保险好了现在一般都是去买旅游平安险，那买那个买那个平安险，就是你发生这个意外了、灾难了，有赔钱大家想一想，那你希望得到那个钱吗
所以我们还是听佛的话啊，这个依照这个来修啊，我们出门旅游啊，就会平平安安了啊，这个是最保险的了啊，保这个险呐、啊、比较有意义了啊，那买那些保险呢、啊，那个意义不大啊。那么祸因自身呢、啊，外出谋生啊。这个是举出几个例子的，出门啊，特别是到远地去啊，谋生啊，为了生活做事业啊，像现在呢，很多人做企业的很忙碌的，一天到晚的飞来飞去的啊，或因公司啊，或者是公司啊派你出差，那司就是说去探访亲友。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啊，探亲，或因生死，啊，这个是，啊，这个家亲眷属啊，啊，这个亡故了，死啊是奔丧，啊，就是奔丧啊，这个父母啊家属过世了，啊，奔丧，生是家里生小孩回去探望。啊，或因急事啊，临时有紧急的事情啊，那外出了，这是说明外出的原因啊。现在还包括观光旅游，那、啊、那个这个是最普遍的。入山林中啊，它经过山林啊，那么这个山林啊也是很危险的啊。啊，你看那这个我们在台湾报纸常常看到过去有一些登山啊山难，那只是进去森林啊，一进去迷路了，出不来了。几天出不来，没吃没喝的就死了。啊，那这个是入到山林当中了。啊，那个登山它是运动的啊，啊，这个是出门旅游。过去那个时代啊，交通不是很方便，所以它有时候沿路啊有路程的、啊，必须经过一片很大的山林。那经过的话呢，如果迷路了、迷失方向，可能就发生危险了。过渡河海乃及大水啊，那渡江渡河过大海。那这个也很危险啊！啊，如果遇到风浪，像现在台风来了，那是很危险。啊，这个大水是湖泊这一类的，啊，在大陆啊，内地那个大的湖泊啊，你就像海一样啊。啊，我们曾经到青海高原上，那个是高原呐、啊，海拔都几千公尺啊，啊，上去啊，啊，那个湖泊啊。你一看一望无际啊，啊，那个是大大水啊，这个渡江河大海啊，大水湖泊这一类的啊，你要从这一岸啊渡到那一岸，那、啊、这个当中啊也是有危险性的啊。或经险道啊，那险道就特别危险的一个道路。啊，猛兽毒蛇出现的地方，啊，这个以前呢、啊、都有老虎啊，那台湾是没有老虎了啊，那毒蛇很多啊，啊，你经过那个不小心呐、啊，你是踩到了，那被毒蛇咬了，那生命危险了、啊，啊，或者遇到呢强盗啊抢劫的地区，啊，专门抢这个过路人的。啊，那这个古代啊，现在还是一样。在20年前呢、啊，啊，有一次我去西班牙啊，啊，去那边讲经啊，搭那个新加坡航空啊，从台湾到新加坡转机啊，那刚好台湾有个旅行团啊，跟我坐同一班飞机啊，他不是协伙的
那有一个老菩萨呢，刚好他坐在我旁边啊，刚好一路去啊，那一路去啊，啊，我坐飞机从来睡不着的，那一次是最好睡的，一上飞机就睡到这个马德里啊，然后我回来那一天啊，也刚好他们是那一天回来，那回来又碰到他们，又坐同一班飞机回来。那我就问那个老菩萨了，我说你们这次玩得还高兴吧？哎呀，他说什么高兴？我们一下飞机到这个路上啊，就我们这个团员呢、啊，就有人被抢了，啊，皮包被抢走了啊，什么护照了、钱都被抢走。啊，那么听到这样，哎呀，这个真的是很扫兴了。高高兴兴花了这么多钱，坐了这么远的飞机来这里，一下来就被抢，那整个团员啊，这个玩的都不会很尽兴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属于强盗了啊，这个险盗啊。那特别现在呢，治安越来越不好啊，现在到欧洲很多国家旅游都要预防被偷被抢，包括我们到澳洲这个雪梨去，有一次我们带团去啊，有一个同学也被抢，就在商店啊看东西就这样被皮包被抢走，啊，还好他那个没有放钱，放念佛机啦，还有念珠，啊，那就是跟那个强盗结缘了。啊，所以这个世尊啊，我们要礼如平安啊，世尊教我们修学的方法，世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万遍啊，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啊，要自心称念，诚心诚意的念地藏菩萨名号啊，念一万遍啊。我听说我们台湾有一个法师，他也是这种修法啊，他要出门啊，或者带团旅游啊，都先去之前啊，先念地藏菩萨名号一万遍啊，科注此显称名之意，世人通持九戒，以出地菩萨，尚不免虎狼之难啊！不单指人道啊，九法界包括菩萨在其中，你为什么会遇到灾难？这个还是都有因果的啦。啊，所谓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如果我们过去是跟虎狼狮子没有结怨啊，他看到我们理都不理啊，不会伤害我们。过去跟他结怨，他就会来伤害。初地菩萨遇到冤家，冤家也不会饶过他。这个在《高僧传》里面啊，安世高法师到中国来还两次命债啊，所谓啊欠命还命啊，欠钱还钱，因果通三世啊，自己修得再好，做再多的好事，被人冤枉陷害没关系，知道有业因果报啊。现在他冤枉我，过去是我冤枉他嘛。遇到恶劣的果报，现前要安然承受，不怨天，不尤人。这个灾难过去之后，福报就现前。如果在这个时候怀疑我一生做好事，还要遇这种果报，心里有怨恨，灾难就不会消除，而且会堕三恶道。决定要相信活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认真的反省检点，一切是自己的不是，别人没有不是处，过失都在自己，这样忏悔改过自新，菩提道才能一帆风顺，才减少障碍。纵然不幸生命失掉，遭人陷害或杀害，也是转祸为福啊，再受生比现前环境好很多倍
即使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必升天道享天福。能念地藏菩萨名号万遍，加修地藏菩萨法门。就是加强啊，孝亲尊师，断恶修善，加强对一切众生怜悯慈悲救助，在旅途中就能得到天地鬼神的保佑，所在之处能得安稳，即使遇到灾难也不会受到损害。依照经典教训方法修学，利益无量无边，哪能说得尽？这里总共举了八个例子，下面呢，佛做总结啊，总说利益无尽啊，请看下面经文。佛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若说于诸众生见闻利益等事，百千劫中说不能尽。于阎浮提有大因缘，这句话是世尊特别为我们强调，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对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都有大行愿，不仅是我们这个地方。见闻利益，见地藏菩萨像，闻地藏菩萨名，利益太多，一百劫、一千劫都说不尽。地藏十轮经云，归敬地藏者，所求皆满足，具足施功德，悲悯诸众生，假使百劫中暂说其功德，由上不能尽，故皆当供养。归敬地藏的人一定要效法地藏行，若不能尽心尽力效法地藏菩萨，不是真正归敬。天天礼拜地藏菩萨，见到众生苦难还视若无睹，置之不理，那就错了。自己没有能力帮助别人，也要读经持持名号，以此功德自心回向。如果有能力，一定要尽到你的力量。你有十分的力量，只尽到九分，并不圆满。怎样把它做到圆满，才是真正修学地藏法门，真正归敬地藏菩萨。是故观世音，如以神力流布世经，令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流布就是演说，流布就是流通这部经典，自己一定要修学，一定要做到。如果自己做不到，流通也有功德，但是转祸为福比较困难，没那么快速。自己依教奉行，转境界快速。印经录制讲演的 DVD 都是流布世经，包括现在的网路我们把这个地藏经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解的放上网站这个也是流布世经。佛祖父观世音菩萨流通，我们听了之后更应当努力那么释迦牟尼佛把这部经交代给观世音菩萨流通，那这个是最适合的啦。观世音菩萨在我们娑婆世界名气很大，大家都知道交代给观世音菩萨流通这部经典必定能够广为流布了。末法时期能挽救劫运，度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不至于堕落恶道，就要靠这部经典你没有修持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你在末法时期你死了之后不堕三恶道，那很难。
一定啊要皈依地藏菩萨，我们呢才不会堕落三恶道，百千万劫永受安乐啊。那么这个是留步这部经的功德利益，就是它的效果。那么下面呢啊，佛啊就是说偈了啊，这个偈颂啊，尔时世尊而说偈言了。这个偈就是偈颂。那么偈颂有两种这个形式啊，一种是孤起颂，一种叫重颂。孤起就是说，他这个偈颂的内容啊，这前面那个长行经文没有讲到的啊，它是独立的啊。他孤起是独立的，佛用偈颂啊来讲这个经，讲这一段经文，那不是重复前面那个长行文的偈颂。那么下面这个偈颂啊，它是属于重颂啊，就是重复啊前面啊这品经啊佛讲的长行的经文啊，那再用偈颂这种方式来讲一遍啊，这方式讲的方式不一样啊，用偈颂来讲，这个叫重颂。重颂目的有二，一是佛讲经时听众有先来后到，后来的前面没听到啊，如果是重要的开示，那佛一定把前面所说的意思简单扼要再说一遍啊，照顾后来的人。二呢是偈颂啊便于记忆啊，长行文比较不好记，那偈颂要记忆啊比较容易啊，唯恐听众记不住，用偈颂的方式再略说一遍。对于佛的教诲，我们常读诵就是要把它记住，在日常生活中起心动念就会想到佛的教训，我这个念头、这一句话、这桩事情该不该做，一切都以经教为标准啊，这个叫依教奉行啊。所以依教奉行啊，那不是说只有读诵啊，读完那就算是依教奉行了啊，读了之后啊，我们要能解义啊，要理解他的真正的意思，正确的意思啊，理解之后啊，在生活当中啊就以这个为标准啊，作为我们啊行为的一个准则啊，这样才叫依教奉行了啊，不是读完就没事了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读诵是为了受持。好，这堂课啊，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下面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